全是你儿子批量生产的。我们不小心有了第一胎之后，我发现在和 Minda 的对话选项里可以自定义孩子的属性，也包括孕育的速度，于是我俩就把流水线扩大了。他们可能干了造房子，发展经济，还能攀科技树呢。你什么时候这么有头脑了？因为我找到了这个，哇，西瓜味的美年达。我领悟到了懒的奥义，不蛮干靠团队。想想人类的发展史，蒸汽机、发电机、互联网，是什么驱动着我们努力改变现状？因为懒。放弃挣扎吧，他们四个是斗不过我的。臭榴莲，谁说我们只有四个？嗯，你居然到了这里。他们是谁？儿子们，全体射击。你以为人口多就能打败我？我可以改我的敏捷参数，就可以改造我的一切。我要踏平整个水果线。这是什么音乐？我一口柚子汽水喷死你！蜂蜜柚子导弹发射！苹果高能弹开火！不怕高温，发射张伟的儿子。刚长牙的熊孩子怕不怕？发射成机关，为死去的先知大蟑螂报仇。这关我什么事啊？在我们的 BGM， 你不可能打败我。为什么你们会有这么奇怪的科技？这是原力的奥义，开心的力量，受死吧，地图炮！呀，最近综艺过度，蓝不够。这预言，只有原力地图炮可以摧毁我。然而他们都已经用完了，我是不会死的。是吗？我们回家了，耶！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儿子研究出了时空折叠门的技术，现在不用原力就能把他们接回来。可冰箱并没有砸中大魔王，砸死他太便宜了，我们带来了更大的礼物。这是本来发射要用的原力，一起来怼死这个臭榴莲吧！美年达原力地图炮。就这样，邪恶的大魔王被消灭了，最扯淡的一集《爱情公寓》番外篇也终结了。但是我们和橙子、柚子、苹果、西瓜的友情永垂不朽。什么？你不信？拧开你手里的美年达，更多开心的冒险就在眼前。带着你的原力，我们一起上路吧！